在赣缅边境江西东部闪耀镶嵌着一颗绿宝石，集雄奇秀美自然风光于一身，森林覆盖率高达 87.7%。 它就是被誉为中国天然氧吧的资溪县。资溪境内拥有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清凉山国家级森林公园、九龙湖国家级湿地公园等多张闪亮的国家级名片，同时已建成了大觉山国家五 A 级景区和玉龙湾、真相乡村、大觉溪、野狼谷四个国家四 A 级的全域旅游风景区，想体验生态观光旅游就来资溪吧。在资溪可以吸负氧离子，赏四季美景，住田园民宿，让你回归山水自然，也可以地上飙车、水上漂流、空中滑伞，让你一次玩个够，还可以品正宗面包，吃露天烧烤，啤酒音乐相伴，一次满足你的所有。欢迎省内外游客朋友来观光体验，面包之乡纯净资溪等着你。